6月12号，赵又廷、白敬亭、乔欣领衔主演魏大勋特别出演的现实主义职场剧《平凡的荣耀》，今日在报至平凡全阵容海报，由赵又廷饰演的吴克之在海报中神情淡漠，胡渣和敞开的领口随性不羁，俨然一位失意的职场经理。而白敬亭饰演的初入职场、无学历、无经验、无背景的三无新人，除了已曝光的两位主演外，其他角色今日也揭开神秘面纱。乔欣饰演的安千亿年轻知性，魏大勋饰演的好帅嘴角上扬，十分自信。《平凡的荣耀》讲述了事业不顺的投资公司经理和初入职场的实习生，从互不相识、彼此质疑，到互相信任、携手奋斗，最终共同成长的故事。芒果来新闻，赵又廷和白敬亭首次合作挑战职场剧，非常值得期待。报道。